今天早上8点钟，马英九总统的脸书正式的上线。到目前11点钟，我目前看到脸书上的粉丝数已经是7433人，所以情况还算相当踊跃哈。那马英九总统脸书，他今天一上来就已经有些说明他来使用脸书的一个基本的想法。那么今天也拍了一些就是跟网友来谈他的脸书上线的一个问候的影片。那么我们在刚刚那么也开放了一个为了这个脸书上线所特别设计的一个神秘活动哈，那就是喜气土佑哈这个活动。那么这个活动大概是就是如果脸书上的网友点到这个页面，然后他可以使用这个 APP 的游戏，那么在里面去选一句吉祥话，选完吉祥话他就可以在里面去选一个红包袋。那这红包袋选好以后就会自动发送一个马总统亲题的一个吉祥汉字的小春联，然后到他的涂鸦墙上，可以去把喜气分享给他自己的脸书上的朋友。那么其他的朋友如果看到这个吉祥汉字喜欢的话，那么也可以去点这一个 APP 的小游戏，那么就可以来在自己的涂鸦墙上来拿到这个吉祥汉字哈。总统是准备了3个吉祥汉字，一个是赞，就是脸书上大家最常使用的一个肯定别人的方法，就是按赞。所以总统希望大家一起来为台湾按赞，来为自己按赞，认为觉得兔年会是一个值得按赞的一年哈，所以他选了一个吉祥汉字就是赞。今天总统脸书上线的一个相关信息，未来我们还会有一些活动，那就容我暂时保密，所以还会有一些比较有趣的一些线上的一些活动来去举办，然后让大家能够在脸书上，特别在过年期间有一个比较喜气的一个开始。